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481集。今天的话呢，再给大家做一款不能变形的可动变形金刚产品，它是领袖之证 RC 的造型啊，这是一代女神啊。说实在话，领袖之证啊，跟后来的领袖的挑战，为什么受欢迎的程度差那么多？除了画面的风格感不一样之外，我觉得这个 RC 的戏份也是很重要啊。御姐的身份呢，然后跟一个有一点点孤僻的人类小孩啊，就杰克之间一开始的这种相遇啊、互动啊，是很能吸引到我的。那么这一款不可变形的玩具呢，也是好朋友啊，多年老观众林兄所跟我们一同分享的玩具。那么它的话呢，就应该是不止这一款了啊，它这个系列推出了好几个了，可会非常非常的好看。那有机会的话呢，再给大家分享其他的。那最让我觉得迷的呢，是它的这个特效部件是紫色透明件，但实际上呢，玩具给我们的呢却是灰色的部件啊，这个非常的奇怪啊。那它的这个特效部件，它是这里啊，像有一个卡槽一样的东西啊，把它给卡在这里。但是因为没有紫色的特效部件的关系，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奇怪啊，完全变成了没有什么实用性的配件。那这个手上的这个刀刃的话呢，是从这个地方安插下去啊就可以了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它的手啊变成枪呢，是直接的把手给替换，而不是握持枪的。那这又有一个有点有趣的小问题，你看这个明明是感觉是可以握武器的，但实际上却没有附送啊。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手指的一个 pose 啊，但是我只是觉得说你这个洞已经太，这个洞太工整了啊，没有武器是不是有点小奇怪啊，这个看不出来这个 Ospark 哪里可以去握持啊。这个我记得领袖之证里头好像没有这样子的火种云嘛，这是电影系的一个 Ospark 吧，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特殊机关了，应该没有了。那这个枪的话替换就直接的把它给拔下来。那这个拔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软胶部件啊，我总觉得吧，还是比较偏紧的，比较偏紧，拿下来。那我们就把它替换成这个拳头啊，里头是握紧的，没有露出洞的。这样子一来，哎，这是它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握姿。那它的大小尺寸的话呢，相信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拿出一代神作领袖之证 F1 版的 Deluxe 等级的 RC， 两个的身高呢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一样。那以体型来讲的话呢，当然背包是绝对是一个超大的改进了，就完全就是干净利落。那我也不太记得它的轮胎是不是这样，但是它做成这样就一定是这样了。那么这个的话呢，就很多的累赘物背在后面。当然了，这个玩具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啊，当然胸部的大小也是有很大的区别。那么它的这个玩具，不知道你们各位，我总觉得它有一点点就是有一点就是头啊，这个脖子的话呢是可以稍微动一下，但是无论如何呢，总觉得是稍微有点驼背吧，然后屁股也不够翘啊，以这个性感指数来说呢，是少少欠缺。尽管它是一个女性的机器人。那么呢，这个胸甲这部分是可以拿下来的啊，结果一拿下来之后有没有感觉很失望啊，你还是穿上去好了啊。现实生活中呢也是经常这样子的啊，现在的这个科技真是太吓唬人了。那么另外的话呢，最近有一款就是风雷模型的风刃啊，你可以这样一对比啊，两个身高是相差非常多的啊，足足高了一颗半的脑袋啊，然后身体的体型啊，当然是相差非常多。以这个，不过据说这个风雷模型的这一款风刃也是当时是，有所谓说什么女权团体啊，就硬是要他们修改体型还怎么样啊 ？Anyway， 即使修改过了还是很好看，甚至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。那么这一款官方所，这也是官方的没错吧？它的用胶啊什么就是稍微有点偏软，那当然就是适合我们拿来把玩的了啊，这个诉求是不一样的。手臂啊，这里是一个大型球冠，然后额头肌也是有的。拳头的话呢，可以往内折一点，它是有附送一个转的一个关节的。那腰身的话呢，是这里不能转，是转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啊。哎，有了，这里可以转，
但是我转的幅度不是很大。那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啊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这里可以转，然后这里又可以转啊，所以它是有两处的外摆内收的位置。那么膝盖啊，不对，不是这个脚踝，就是靠这个地方转，下方是不能转动的。那它一样呢是有把这个轮胎，这也是它一个重要的特征啊，是有做出来的。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种可动的人偶模型的话呢，你就是一个可动的人偶玩具了啊，就纯粹就是冲着说它是领袖之证啊。如果你喜欢领袖之证的一个系列的话呢，这一款玩具把它当成是一个可动人偶掰着玩啊，其实也还不算太差啊，还是就是比较可以放松把玩的啊，跟先前上一季给大家做的那个大黄蜂是不太一样的手感。那么这一集的话呢，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